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晚上好，我是胡彦斌。我们要继续的，让我们各行各业的人都献出自己的爱心，然后让我们为玉树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信，祝福玉树早日渡过难关。然后首先要揭晓的是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组合。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组合 Super Junior M， 恭喜 Super Junior M。 那么因为他们不客前来呢，我们有请到 SM 公司中国事业部高级经理金敏旭代为领奖。欢迎金英，来请信帮 Super Junior 颁奖。谢谢大家。蒙牛酸酸乳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晚会给予 Super Junior M 这个奖项，非常感谢。同时一直支持的所有中国的歌迷们也非常感谢。虽然 Super Junior M 成员今天不能来到现场，但是我带来了他们得奖感言的视频啊。请大家一起看，谢谢。来，请看 VCR。LeTV 音乐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uper Junior。哎，非常高兴能够拿到这个蒙牛酸酸乳 LeTV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榜的最受欢迎的内地组合奖。那但是很遗憾，我们因为工作不能来到现场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。但是呢，还是要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那首先要感谢我们唱片公司 SM。还有 Music Radio， 然后还有感谢蒙牛酸酸乳，对，哦，还有我们的歌迷，对，就是因为你们是歌迷。那主播中间跟你们互动两年了，然后因为有了你们支持，我们一直努力下去，然后我们也会在下面会录制我们的最新的专辑，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，谢谢，我们是主播中间。谢谢 Super Junior M， 恭喜他们，也谢谢我们的金先生，谢谢。